都是过来住爸妈的好多。见到千玺，这个地方一定很明白。我应该可以。啊，应该可以。我就祝我，祝我们这个节目收视长虹，更多人看。然而你应该写一个，祝你自己高考了一个，应该挺灵的。那一会儿有没有那个牌子让我们写的？对，应该有。这是你，我觉得近一两年最大的一个事儿了。什么？高考，把这个写上。祝你高考顺利。751。你这两年最大的事儿是什么？这两年最大的事儿，生孩子。他还早吧？我不着急。聪明起来。他是吧？聪，因为我自己聪明起来。他是生孩子。不，你这两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叫我这愿望是生孩子，我是生不了孩子还是怎么着？找个女孩赶紧生孩子。就叫成家对吧？这不叫叫生孩子。我最近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奶奶身体健康，早日康复吧。哎呀，都挺难的，高考也辛苦，高考也挺难的，新哥生孩子也挺难的。我不难。哎呦，哎呀。